都是中立的。那你们可以看荧光屏的哈。卢台长，您好，很感恩能够接到卢台长来为我的孩子看图的。要命啊！卢台长就是来看图的。还好没有说卢台长，请你给我算算命，走错地方。我的孩子是94年的属狗的，那五年前就来了。脑癌，医生念出有脑瘤，他10岁开始就一直晚上难以入眠了，睡不着，一躺下去就睡不着。十三岁那一年了，在他生日过后就验到有脑瘤。好了，你不要讲了，你现在告诉我他属什么几年的吧？94年属狗。身上两个灵性，一个是他的长辈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过世的男的一个老爷爷，我不知道是他的外公还是他的爷爷。他的爷爷我就没有见过，外公。不管外公爷爷，我可以告诉你，现在他这个样子像谁，你就知道他是谁。明白了吗？我告诉你，第二，你们家祖上有杀业。祖上有杀业。开过饭馆啦，钓过鱼啦，或者捕过鱼啦，或者有过其他的，专门开养鸡场啦，就是诸如此类的东西。养猪算吗？救啊！他连养猪算了都不知道，养猪养大了干什么？你把它供在家里啊？杀业这么重，你看看他现在像什么？还不明白啊？赶快念经了！我已经开始了。开始的太短了，明白吗？他现在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全部这个灵性全部附在他的身上，还有一个啊。小灵性你知道吗？是一个小孩，是你可能打胎的孩子在他身上。我没有打过胎。你流过产吗？没有。没有流过产，没有打过胎，那么你还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你妈妈流过产打过胎的孩子。我妈妈流过很多个，还有一个夭折的姐姐，会是她吗？我看得像一个女孩子，而且年龄跟她差不多，跟你呀、差不多。跟我差不多。我告诉你，但是比你胖。大概比我大3岁呢。不止。没有。大。5岁。大四。回答一下这个问题。他说3岁，台长说不止。还要隐瞒岁数啊。明白吗？好了。两个灵性帮你找出来，好好求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句不是太舒服的话，因为这个孩子呢，你们见到台长太晚了，也就是说他的脑神经、脑细胞已经受到了严重的伤害，也就是说这两个灵性已经把他弄成很难恢复的人了。虽然这两个灵性以后不搞他了，听得懂吗？但是呢，他会恢复知觉，眼睛慢慢会动，嘴巴慢慢会讲，然后呢慢慢有些知觉，但是可能一辈子就是不会动得太厉害了，听得懂吗？所以你们真的要救他的话，反正把灵性先念掉，以后慢慢的看，靠了一些物理治疗啦，锻炼身体啦，还是有希望可能会站起来。有，我们一直在做。一起锻炼。这个是他的嘴巴，他的最大问题是嘴巴流口水，里边有脓啊，我都看见了。有脓啊。不是口水，痰。不是痰，就是有脓水。他不能开。不能开的，因为你如果像他这种，我告诉你，吃饭都得喂的，就得把他嘴巴张开。好了，看见吗？
根本嘴巴都张不开，完全都肚子掉水，所以孩子出来也是受苦，对你们两个也是受苦。所以不要养猪啊，什么动物都不要养，养了都不要杀，报应太厉害了，听得懂吧？看看你们两个也真可怜，台长稍微给他一点点啊，一点点，因为他现在话也不能讲，什么都不能吃。其实他是这个管子影响他的，他能够讲。对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实际上他已经有点像植物人了，明白吗？但是他的思维还在动，明白吗？他可以跟我们沟通。对，脑子还在动，明白吗？但是实际上他现在，我要他看见菩萨，他都看得见。因为为什么他的灵性在身上，所以很多人能够看得见的啊，他因为有灵性在身上也有，明白吗？所以我可以告诉你，他现在的腿啊，抬得可以稍微啊，叫他动一点点，啊，他的腿啊，他的右边可以动。我告诉你，就是不是就是那一只，左边，这一只，左边。叫他翘起来一点，听得懂？翘起来一点，知道台长是谁吗？台长很喜欢你，懂吗？两个一起动，观世音菩萨来救你了，看看观世音菩萨在上面在救你了，开心不开心啊？开心不开心啊？观世音菩萨在救你了，哇！你们先把他两个冤亲债主念掉，然后21章21章不停地念。像他这个病要初见成效的话，1300章。我想2年最早最快2年左右，下次如果我再到马来西亚来的时候，他可能会已经可以用手和脚可能都可以沟通，而且这个嘴巴都能可以动的。但是就是灵性走掉之后，他的嘴巴这里可能医生要给他动个手术，听得懂吗？手术动完之后，他就可以慢慢讲一些简单的语言了。你开心不开心啊？手伸出来。明白明白了。好了，不要再讲了，其他都可以了，好不好啊？爸爸妈妈不要造业就可以了。爸爸妈妈做什么生意啊？教书的。那蛮好的，两个都教书啊。那还可以，所以好好的修啊。这是祖上不好的东西，教书还是有功德的，好吧？好了，请问卢台长，那个竞争写什么？竞争他名字的要经者，两个都一样啊，不需要。后面是谁念的就写上谁的名字，明白吗？就是两个灵性都是给他的药精神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谢谢您，谢谢观世音菩萨。